串大型气机具，瓶瓶罐罐装着白色粉末，住宅内散发浓浓异味。警方早就锁定犯嫌行踪，果然破获大型制毒工厂。被警方逮个正着，只好乖乖配合，毒虫将半成品全盘搬出，连同成品现场就超过50公斤，价值高达上百万。气具相当齐全，从搅拌机、封口机，通通都有。嫌犯在网络上自行摸索调配，将工厂藏匿在三峡山区。气机具都从大陆购入，透过上游取得毒品原料，带回工厂自行加工出50公斤的酶片，价值出估500万，打算趁暑假期间大捞一笔。气具一应俱全，相关的调料、干燥以及打定哦。均在工厂内就可以独立完成制造毒品咖啡包以及这个毒酶片来说，是属于目前查获最大宗的。警政署积极打击犯罪，从弃毒开始，调查局也动起来，公开销毁139公斤的毌品，总共涉及4525件的毒品案，借此展现打击毒品的决心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